无色心，两个人肩并肩漫步长长的街，纵然是痛无所谓。人一路顺利，说话也不讲理，聊聊闲言闲语，让自己滴滴滴滴。好想睡觉，好累哦。谢玉的一封信，等我一下。我跟你们说一件超级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我前几天彩排的时候，然后就有被三奇看到我在跳舞这样，然后你们知道怎样吗？然后我就被一个三奇说，前辈，他说前辈你跳舞好性感哦，超好笑。然后刚好是我学姐，然后年纪也比我大。我说前辈跳舞好性感哦，我说哪一首？我说都很性感。而且他跟我跳的时候，他感觉被我吓到哎，真的。他说前辈你跳舞好性感哦 ，OK。然后你比你大的好像，反正他年纪比我大，然后是我学姐，超好笑。到底是什么？性感？我真的要晋升成为性感担当了吗？就是，好像我跳沙发的时候，我不是都会跳的，就是，而且他被我吓到，就是通常跟我就是不知道旁边跟我跳舞的人都会被我吓到，就是他会被我吓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能是说 solo。solo 的时候可能动作会比较大或是比较激烈一点嘛，然后我就会吓到我旁边的人，就是他们就会吓到，然后我突然忘记自己要干嘛，就是然后每次都被吓到的人吓到，就是笑到，就是他看到我他吓到我，我就会觉得很好笑，然后他看我笑他也会很好笑，就是很出戏，很烦欸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跳舞的人会被我吓到，然后不然就是会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我每次跳的时候，然后旁边的人可能比较可爱，然后他有看我跳这样子，他就不知道我们是跳同一首歌吗？就是好笑。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扭不扭这个问题，扭好像很不会跳舞的感觉，因为扭感觉很不专业，就是扭感觉是大家都会扭，随便扭也叫扭啊。但是这样我很不喜欢，所以我很不喜欢别人说我很会扭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，可能被我的风格吓到吧。就那个简单，丹婷就说前面你跳好性感，他可能被我吓到了。就是这边不是 AKB 吗？怎么会有人跳这么性感？笑死！想真的很好笑，很烦哎、欸。我想打哈欠，我好累哦。我上了一整天的课，好好笑哦！被吓到是什么意思？我是真的很累，我不是不想播，我是真的很累。我刚刚在休息，我太累了。我真的上了一整天的课，真的很累。然后明天还要表演。如果你们叫我去休息的话，我可以马上管播，因为我真的好累，我想睡觉。Hello Blue， 有蟑螂，有蟑螂，小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家里超多小蟑螂的。我家里超多小蟑螂了，但是我只会看着它，但我不敢杀它。就是我不怕小蟑螂，但我怕大蟑螂，所以我只要看到小蟑螂，我不敢打，但是我会看着它离开。我就看着它离开。好，性感到底怎样？我也没有很性感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性感是一种感觉吧。有小睡一下吗？就是没有啊，就是。不杀也可怕吧？不知道啊，就跑走啊，就这么小，这么小，不知道又没有人帮我杀。性感的定义到底是怎样啊？是感觉吧，就是我给别人的感觉，或是这个人给别人的感觉很性感，不是他说他很low啊，怎样很会跳，也不是，就是这个人的风格，这个人的感觉。对啊，拜托杀一下好不好？哦哟，好恶心！拜托，帮我杀蟑螂，爸爸。有的人什么都不做，旁边就会觉得他很性感。那我应该不是什么不做就会觉得他我很性感的人吧？那个人是林杰吧？我没有啊，因为我在这边，我就是在这边也没有给人很性感的感觉吧？有吗？有没有吧？我只有跳舞的时候是性感的，其他没有是性感的、啊。跳舞的一种风格氛围吧，玲玲跳舞真的很好看。嗯，心好累哦，真的累。哦，怒睡波。
欸，到底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把我看成品涵啊？我到底为什么给人的感觉这么很像品涵吗？没有吧，我们两个完全不同风格啊，头发长度整个也不一样啊。就是我有一个学弟去看公演，然后他跟我说今天表演辛苦了，我说我是明天，他说完蛋了，我把品涵看成你了。 Hello， 什么意思？把品涵看成我也太差太多，差太多，这大直男欸，差太多，身材一点不像，不像，我跟平凡身材不像，身高可以，但身材不像，我跟平凡身材差很多欸，身高像但身材不像，你管那我可以关播吗？你们说可以我就关，反正被问我就说是粉丝叫我关的。不像啊，不像，头发差很多了，发型也不一样啊，脸型什么长超差超多，到底哪里像？一点都不像。哎，我刘海变长了，它已经不会再遮到眼睛了，它已经可以往旁边长了，它要变长了。我打几个哈欠呢、啊？现在 Free Plus 的守护许愿瓶，中分越来越，对啊，我现在有点越来越可以驾驭中分了，我现在越来越可以驾驭中分了，我不知道是脸型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可以驾驭中分，中分小达，快变成中分小达，喂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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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删掉，删掉，来放点歌好，不然真的太想睡。进来一个，也成了。我怕走错位置，因为改太多位置了。我们直接变 Uni Per Six 耶！不加代位的话，我们是 Uni Per Six。那搬家了就六个人。有几个位置我直接空降 C 耶。那有位置我直接空降 C， 要么就是变成只有我一个，那一排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要么很后面，就是后面的其中一个，要么就是前面。好极端哦，就蛮容易被看见的啦，我觉得。就是不是完全 C， 但就是很多变成 C， 然后很多位置变得蛮中间的，就是也有很多位置是最后一排只有我一个人。然后 MC 也是很可怕、啊，感觉我就是要扛很多 MC， 我不行哎、欸，没有办法。反正加油啦，请跟我说加油，你们，他都跟我说加油，没有，我超担心爆掉的，超怕
担心讲错话。像一句承诺，这首歌好听。我上设计课啊，然后我就做了第二个衣服，就第二套衣服，然后老师就说很漂亮，他说你的人，人家说你人很漂亮，东西也很漂亮，就被老师说我很漂亮，老师很漂亮。MC 慢慢练，剧场就是磨练的地方，不要怕。抱怨下有更好，不是好吗？感觉就很可怕，他说就有人跟我说 MC 加油咯，你看哦，什么意思，救命哦。所以大家好像真的把我当前辈看了，完全没有要 care 说我会失控这件事情，完全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我会失控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，我还是得扛这种感觉，不知道，反正是我扛得住，扛不住哎、欸！凯凯，我现在他刘海现在已经勾耳后，他不会再跑下来了。有玲玲前辈在，让大家好，什么意思啦？啊，有我大家才要紧张吧？是不是人确诊嘛？就很多人确诊，然后彩排就是彩排当天发现有人确诊，然后位置就都要重排这样。Hello。嗯，哎、欸、，FB 公号那很可怕、欸，不行啦。怎么办啊？我真的觉得我要开始自恋了。我真的觉得我中分真的快要驾驭的好了，快变成中分小达了。怎么办？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脸型有变还是怎样。你们觉得我脸是有变吗？还是发型没的？可是我今天佩老师说笑怎么笑，干嘛笑那么漂亮？就不要就这样子。他说干嘛笑那么漂亮？我就对他，我就刚好看到他，然后就笑了一下，就这样。然后说干嘛笑得那么漂亮？对啊，干嘛笑那么漂亮？好像瘦了，明天打发型打算中分，如何？好像没有中分表演过吗？不知道，中分表演感觉还不错，那个中分的花圈感觉会很漂亮，不知道，会搞不好会有那种女神风范的感觉。嗯，自己讲，我是说可以试试看中分花圈的样子，就是中分花圈的样子，感觉会很像小仙女吗？不知道，搞不好很奇怪，脸没有那么圆，应该是婴儿肥消了吧？婴儿肥，
谢慕婷的一封信，跟你们说，你们看，明天看就知道，沙发搞不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想截个图。可以就这样，很好看啊，做饭可以拨头发啊。被美到累个，自己讲，我超自恋的，美到累个，美到累个是怎样？知性美吗？谢谢，美到累个。谢谢朱伦的红玫瑰。我今天就是耍美，然后完全不用脑袋跟你们聊天，因为我好累。刘海是可爱，中分真的是变美。哦哟 ，Thank you， 这是我想要的，因为我不喜欢被称赞可爱，比较喜欢被称赞漂亮。脸还很圆，然后就变得很奇怪。那现在脸变得比较小了，只要瘦了，中分就比较好看。尤里里的研究构成场面，会有人会不会有人别人会不会怀疑我有整形啊？因为其实我看我之前的照片跟现在其实长得有点差，有点不一样，但也说不来哪里不一样，就是感觉不一样。脸啊，发型，就是会有人觉得说我真心有啊，但我今天还没做完，我想要做完再拍照。
去年整理的时候，去年是双马尾时期吗？去年是双马尾时期耶。对啊，去年还是双马尾时期啊。去年是刘海双马尾时期吗？对啊，我记得去年是双马尾时期，没错。我觉得长开了，就是我还没长开，我还没有长开的时候，真的整的这么自然，会很多人想问那家是怎样。应该说就是，我那时候还没长开，就有人说很好看。那我长开的话，那不就更好看？林林的眼药水也是最高难度的手术，不是人是猴子，太没有那么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，但现在大家都戴口罩，所以看不出来。可是听说快要解口罩了，是吗？听说快要可以解口罩了吗？不知道，现在大家还看不到，就是路人还不知道我长得是谁，路人还不知道我是谁，还有改变的空间，赶快改变，赶快变漂亮。各位该加卷了吧？对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升我正式神啊？连选拔都还没上就开始问什么时候才升正式，卷会更好看哦。但是我现在习惯用这个，就是我现在习惯就是用这个。我现在喜欢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这样卷卷卷卷卷卷。然后用这个夹起，然后夹起来之后放下来就会变卷，很，而且它的卷是那种很自然的卷哦，是不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电卷棒？它的卷是很自然卷。太夸张了，我现在不会再想剪回刘海了。我不会动头跳，我觉得很困难。你以后要让额头露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吗？对啊，现在就是哦。灵儿，我今天直播好无聊，就在那边耍美而已。我今天直播真的就是在那边耍美，完全没有在干嘛，因为我真的好累。我就只想给，嗨。耍美就够了吧，你们真的是好容易就满足哦。看我的，
女大十八变是真的，我验证了女大十八变欸，虽然我没有变得很夸张的那种，但我还是变了。女大十八变，女大十八变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大十八变，你们可以截图抛我说玲玲是女大十八变。有些人很漂亮，可是气质就是不好。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有些虾妹，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虾妹啊，但可能有人觉得我虾妹。我自己是认为有些虾妹是，她明明就长得漂亮，可是她的光看她的长相素颜的时候，是觉得她其实可以清纯很漂亮，但是她的气质跟她打扮给人的感觉就是虾妹，就是跟她的气。跟他的气质跟他的长相是不成正比，他的气质就是不好，所以他长得漂亮就是会给别人一种，哦，就是皮囊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我希望我不要沦为那种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那种没气质嘛，就是那个气质也不是说没气质，就是他那个气质不好，就是不是说他没气质，但他那个气质是不好气质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啊。打球妹，虾妹，谢谢 blue 的小鸡蹦蹦，就是虾妹吗？就头发嘛，发色嘛。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想染头发，因为我觉得我染什么颜色都很奇怪啊。我也觉得黑发是男生。最喜欢的颜色，就是染到染一直染一直染染染到不知道一定要染什么颜色了，到最后变成黑色了，然后是男生最喜欢的颜色，真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开口就没有气质的那种，我觉得我还比较讲话好。我气质是需要培养的，真的，气质是需要培养，只是需要时间跟环境。那你们觉得我现在的气质如何？我觉得我现在的气质，然后还可以再更好。但已经没有不好了，这样，因为像我之前一开始，刚开始，我听别人说，我一开始进来 TP 的时候，我问别人都，他们都说我很像八九，就很像那种屁妹。可以再更好，那应该是20岁的时候。如果中间不要发生任何破坏我生长的事情，破坏我成长的事情，是真的啊，确实啊，就很屁啊，真的啊，就很幼稚啊，超屁的啊，虽然我现在很屁，我现在也很屁啊，但是在屁的时候是好笑的，但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认真讲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也很屁啊。玲玲的每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各有特色哦，谢谢竹轮贴贴，我就说每一年看到你都不同啊，讲话可以再沉稳一点，只是这个很难养成，可能我刚好都没看到你最近屁的样子，搞不好明天就屁了。
习吧，希望明天真的可以顺利，我等一下去复习一下。我真的 P 啊，现在 P 的很有喜，现在没有，现在 P 的很好笑，现在 P 的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很有趣很好笑的那种。对，这怎么会让别人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的好笑这样啊。真的我觉得就是专业不是专业，就是可能说三期在练舞的时候他们不敢笑，他们也不敢怎样，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已经记完位置了，或是我们知道这个动作要怎么跳了，然后我们就可能开始会聊天，然后讲一些好笑的话，是我现在会做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动作在这里，然后我已经习惯这个动作，我已经会跳了，我已经游刃有余了，所以我才有时间去忙里偷闲，就是我才有时间去创造更多好笑的事情，让大家虽然很累，可是还是觉得很好笑。就是怎么讲，就是，对啊，不知道怎么讲。气氛制造者，那是某某吧？某某也是气氛制造者。我就要洗头了。你要帮诗雅再生一集变祖母了吗？猫真的屁啊！对啊，我也是啊，我跟猫在一起都很屁啊。我每次毒蜘蛛跟他对到眼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每次毒蜘蛛我跟他对到眼，他都会微笑。我看到他笑，我就觉得搞笑。然后我们两个对看，我就很爽，这很出戏啊！毒蜘蛛明就是很性感，然后不能笑，然后要装冷酷。但是我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好笑。然后每次在那边，男人就想做就很好笑，一直出戏哎、欸。某某又是另外一种屁，亏你忍得住，忍不住啊！我真的超搞笑的哎、欸。某某又是另外一种屁，那我的屁跟某某的屁有什么不一样？玲玲当妈还早吧，跟三期年龄太近了。四期都可以当妈了。那三期蛮乖的，我应该不需要当妈妈。笑死！我要生小婴儿啊！我前年做梦就要小婴儿，小可爱的。就是小婴儿，那么可爱。好，我想要小婴儿，超喜欢小婴儿的。如果我妈再生一个，跟我年纪差很多的那种，我一定会很疼她。生一个，明明两个都会跳性感的，该性感的时候又一堆，很烦呢、欸。这就叫前辈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我就问为什么年纪明明比我大，可是我却跳得比他性感啊？所以证明了性感跟年纪没有关系咯，是吗？还是有啊？因为年纪小的性感就是没有办法性感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，就是懂吗？就是不知道怎么讲，有人懂我意思吗？是很看天分，天分。哦，跟可爱一样，可爱也是要看天分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然的可爱，有些人就是装的可爱的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。
Mina 还好，他性感，他很难真的性感起来，但是他可以装性感，但他不能真的性感起来。Mina 还好 ，Mina 真的还好。可是我长得不可爱吗？我一开始也是被大家说长得很可爱啊，现在凌晨突然带你去流浪。Hello 周詹 ，Hello 不读 ，Hello 周詹，周詹干嘛？干嘛来？干嘛？可是你性感的一面有发出来，是很可爱，没错啦，没事啊。我真的，我今天直播也没有打算要干了。我今天直播就是耍美的，我今天直播就是很累，然后发呆。我也很无聊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干嘛。我现在就一直在镜头前面拨头发，然后耍美，不知道干嘛。哦，对啊，表演完了。我也很累，嗯，我很累。我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课。累哭，安安没作业吗？安安感觉大学生活很好玩欸，安安给我感觉是他的大学生活很悠闲的感觉。安安今天限动的自拍很像你，对啊，我怎么觉得我跟安安要越来越像？欸，真的说真的，朋友跟朋友在一起越来越久，真的会越来越像欸。但是安安如果刘海的话就很中分的话，我不知道。安安中分，安安请准备中分。安安什么时候会变中分啊？安安会变中分吗？他一直都要有刘海。安安有交到朋友吗？羡慕。玲玲晚安，拜拜拜拜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明天见了哦。安安明天要来吗？安安明天哦，哦，好哟。明天聊。哎，不行，我明天超忙哎，我们要怎么聊？明天我一整场哎、欸，快点！我快要关播了，我快关播，我快可以去休息了，我可以去休息了，累爆，累爆！明天星期礼拜一还要上课，累爆！然后礼拜一上课，我还要上美术课，累爆，累爆！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想出国哎、欸！明天吃饭聊，吃饭聊，吃饭聊，什么意思？你说便当吗？还是表演完吃饭？我、哦、真的好累啊！我真的想出国，但我没有钱，也没有时间了，没钱没时间。羡慕你的相守之心，好累。哎、欸，我头发什么时候差不多可以剪了吧？我头发长了，我头发要到腰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觉得我头发什么时候剪呢、啊？还是我留到跟子萱差不多一样？我头发什么时候可以剪？你们觉得我头发留到多长？这里吗？再长一点吗？再长一点会到这里、欸。
觉得我头发什么时候要剪呢？它有点长，超长啊！现在，可是我觉得现在长得很好看的，又舍不得剪，不想剪。要不要剪？那到什么时候才要剪啊？我现在它现在越来越长了。林杰现在多长啊？林杰现在多长？哦，屁股可以剪到腰，差不多可以剪了。嗯，不知道哎。啊，好累啊！我可以先念榜吗？我先念榜。第一名是零零三退，第二名是玉，第三名是光泰，第四名是木婷，第五名是啊、哦，志伟哥，第六名是新鲜柠檬，第四名是竹轮，恭喜前七名，哦，第八名是 Free Plus， 恭喜前八名。前三名有想要什么福利吗？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。今天有飞吻吗？谢回相守之心。谢谢林神探的带你去流浪。哦，林神探还在哦，我以为林神探不在嘞。他不留言，林神探都不留言的，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。他最近是不是失恋了？林神探也最近是不是失恋难过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是要结婚了？很忙，要还是要结婚了？很忙，要筹备婚事。啊，或者是分手了，失恋难过，不留言。拜托，要结婚了，林神探要结婚了，他一路看到我到十八岁要结婚了，林神探要结婚了，难过，没有，我应该要替他感到开心的，要幸福哦，发喜帖给我，是寄机票给我去日本，我要当你的那个嘉宾，我要去见证你们的婚礼，寄那个日本机票给我，笑死。现在林神探带你去流浪。不是说没钱出国，对啊，因为他寄机票的话就，就那个钱可以少很多哎。握手会亲自说婚事，会变修罗场？不会啦，伴娘，我可能会跟他当成他那个女朋友当朋友，我那么长辈缘这样。可以请团员们去表演唱歌，对啊，可以就是砸重金，请去日本尾牙什么的，我不知道，开玩笑，好笑，好笑吗？不好笑，想太多，想太美，嗯，夜太美，尽管在眼前，永远永远爱着，我熬着夜。伴娘比新娘好看怎么办？
哎呀，我相信林神推的眼光不会差到哪里去，他找的女伴一定是很美的，一定是很美的。现在林神推的带你去流浪，要福利吗？快点哦，福利！林神推要福利吗？要快哦！我的新娘一定是婷丽啦，婷丽阿丽啦，阿丽啦。哎，阿丽的表哥是我的体育老师，哎，我超累的，我真的超累，我真的很累。嗯，不，不要，真的不要把，我们真的不要再把泪挂在嘴边了，这样粉丝听到会觉得很遭遇。哦，对啊，他表哥，他表哥是我的体育老师，他说你知道那个林婷丽吗？你们团，我说知道，他说他是我表妹，哈，他说他们那个不是哈永家的那个那座山是他们家的。我说真的、哦，我说对啊，那座山是他们家的，他们家种高丽菜哦，种菜，那个家他们家的，然后那电影，然后他也是很多他家人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也是很多他家人啊什么的，然后座山也是他们家的，就是他家就在那边，真的。打篮球那个，对啊，打篮球那个，对，他是我体育老师，他从小看婷丽长大。然后我就给阿丽看照片，说对我有印象啊，就是亲戚啊这样。好啦，你们没有要福利，那我要拜拜了。拜拜。嗯。嗨呀！拜拜。拜拜拜拜，谢谢玲玲神探的带你去流浪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爱你哦，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遍。好啦好啦，我爱大家吧，我爱大家，爱大家哦，爱大家哦，爱大家哦，大家也要去休息哦，明天有精神要来看 Daisy 哦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嗯，拜拜。